校公安，我便问你，德后家发生命案，哪个死者是好人呢？死者就是我的后生，也搁我的红婿。啊，那阮囝是感情方面无？我的红婿是因为厝内得着插头的款，甲我的红婿台死，所以红囝拢无咯。哦吼！我哪里错丢好插头？哪里乱问你？既然你说恁家丢插头，那安尼是因倒对，我真碰见咧。厝内底发生这么大件的代志，我为着要处理后事，所以我无差点，到底损失偌济，知袂啦？原来是安尼是，既然厝内底有出现小偷，发生命案，为何无来交公安局来报案呢？我都不处理后事，哪有迄个心情，专工来搁这公堂报案？既然也是安尼。本官感觉初三命案非常奇怪，所有奇交，本官想要开棺验尸，哎，请开棺！哎呦，那个闹鬼，厝内什么意思呢？哎呦，大人无什么意思啦，这个糟囡仔人唔捌见过世面，看到大人你威严这么大，所以请胡言乱语。大人，阮的意思，死者死一摆已经真可怜，如果若是该开棺验尸，等于死两摆，安尼死对死者来讲是真无尊重。所以我是家属，我无赞成开棺验尸。对你的反对，严格不过有不过的坚持。如果能受咱来到处理，要来痛处，初三命案搜救取枪，不过也无可能。叫你执意要开棺验尸哦，大人你听讲，原来无人专程来告公堂控告，到底控告的人是谁？我做代表，是你，我听来，无论你无代无是无西，是安怎样你无代无是来去公堂去告阮？我甲你是无是西，但是后世这阮的好朋友。一定通过带伊来接告，啊啦，老少大人，心虚啊哦，我细金已经死啊嘞，我是死啊，我讲带鬼来啊，你带鬼，我带鬼来做啊啦，你鬼话连篇呐，啊你冇用，人已经死变做鬼，鬼魂有可能带你来去公堂的所在，专程要来叫冤，天大的笑话，我这个人唔信邪。我唔相信世间有神，我唔相信世间有鬼。我相信。我伫一只公堂时哦，我听好摇摇摆摆，哎，我上头顶哦，有三条鬼魂现身，我就可以叫出口。来，害死我老母！公堂时我变个笨蛋。鬼魂